子苑奇趣频道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特别节目《健康秘笈》，我是健康大师史常。今日我嚟到学校，请有啲同学对生物嘅了解，等我周围睇下先。你做咩喺度拧头拧脚啊？我觉得膊头同条颈都好攰啊，双眼仲有啲蒙查查添啊。健康秘笈第一招，上做健康操，肩颈痛先啦。我哋好多时都会因为长时间睇书同埋玩手机而令到条颈同膊头好攰，当膊头同条颈攰嘅时候，要做健康操，舒缓一下身体嘅关节。当双眼疲倦嘅时候，就要望下好远嘅绿色嘅嘢，同埋放松一下。呢位同学系咪肚仔唔舒服啊？系啊，我头痛啊！健康秘笈第二招，饮食要节制，肚仔唔会饿。我哋除咗要养食，良好嘅进食，有均衡嘅饮食，太咸、太甜、太辣，零食汽水最好就少饮少食啦。食多啲蔬菜同埋水果就最健康啊！仲要记得食饭前要洗手啊！呢位同学做咩眉头深锁？我唔开心啊！健康秘笈第三招：心里有意量，倾诉唔会烦。我哋日常生活都会遇到唔开心嘅事，当唔开心嘅时候，就要话俾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诉，千祈唔好唔出声啊！如果唔系，心情就会越嚟越差噶啦。知道啦，各位同学仔，健康秘笈仲有好多招，下次再同大家过两招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条片，记得订阅我哋嘅频道，赞好同埋分享出去。多谢，拜拜。